太平啊，再有人归吧？怎么样？那姓孔的有悔改之心吗？悔改个屁呀！悔改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怎么了？他假惺惺的告我要反省思过，让我给他准备一根烟。啊！一趁我一不留神的时候，上来就抢我的枪。哟，那这几位啊，亏了他反应快，上去给摁倒了，要不然我就成党国烈士了。我选呢？看来他呀是铁了心跟共产党跑了。是啊。没事，我没事。这党国呀，说实话，对他也算不错了，让他好好享受完这最后一个午餐。是。我怎么了？要用车？不，我家门钥匙找不到了，我看是不是在车里啊？那得找找来。 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啊！哎，你看，还真在你车上。嘿，行，找着就行。走吧，我还得去给那个姓孔的准备后事。哎，这种破事儿，还让你这个大处长亲自处理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找俩手下去得了。就是嘛。哎，对了，你等会儿有事吗？没事，到我办公室喝两杯。 明天拿这个去提人。处长，我们明天再拿你去取他。季公山，那是个乱坟岗，让他跟那帮游魂野鬼们好好的唱歌国际歌去。好的。站长，给我回来了。啊，那个姓孔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派人去毙他了。这个人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洗脑了。嗯，海平啊，燕文川外头有女人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也是昨天我在会上才知道的。我听说，昨天抓捕顾飞的时候，叶文川刚好和一个女人在酒店门口出现。站长是怀疑他参与了这件事情？也不是怀疑，只是叶文川昨天明明在酒店门口出现，可是他在会上却说自己去调查孔兆奇的案子。 我觉得有些矛盾，这个时间点也太凑巧了。站长，您的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这个你不要问了。阿平，你去给我查一下那个女人。是。你看，孔兆奇就被关押在下公馆，就这里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今天我以修表的名义。 上了楼海平的车，我记下了他车表数字。后来我在这个街口下来，你看，下车之后他开车向左拐。等他回来，我查了他的车表，他应该是跑出去了12公里左右的路程。也就是说，关押孔少奇的地点距离保密局路程应该是6公里。你等一下，你从顾嫂录下的车。 那往左拐，有4条街口呢，你怎么知道他去哪条街口啊？嗨，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嘛。首先，你看看，这叫越秀街。越秀街呢是个贫民窟，流动人口很多，治安也很差。孔兆奇这么重要的人物，警察局是不可能把他关押在那里的。由此，他可以排除。再说正汉街，正汉街。 很简单，它的尽头就是宝庆码头，看到了吗？从保密局到宝庆码头只需要5公里。
再往前开，那就进长江了，所以它更应该排除。再下来新街路，地处闹市，游客很多，而且没有什么僻静的建筑，更不适合隐藏人。你排除了三条街，嗯，还有一条领事街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领事街。这个领事街呢，以前是法租界，抗战的时候被日本人占领了。抗战胜利之后呢，国民政府征用了很多洋房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。这里的治安环境很好，环境也优雅，非常适合关押秘密犯人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从保密局到达领事街正好是6公里。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确定他被关在下公馆里呢？调查嘛，我调查过了，警察局在这里一共有2处房产，一处呢是他们3分局的警员宿舍，那里人多眼杂，不利于隐藏要犯吧。那剩下的就只有下公馆了。这下公馆呢，是日伪时期一个大汉奸的官邸，里面的环境很幽深僻静，特别适合秘密关押犯人。我今天下班的时候还到那里去观察了一下，我发现那门口有很多暗哨便衣，戒备森严。由此我敢断言，龚朝奇一定是关押在下公馆。我赶紧去告诉老马。你等一下，我有个营救计划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站长，这就是文彻的那个相好，他是个站街女，靠接客为生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小冉，你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文川的那个相好？是她。你看清楚，到底是不是？我看得清楚，我认识她的旗袍。我告诉你吧。这个女的是个站街的妓女，文川呢肯定跟她逢场作戏啊，没事的，男人嘛。舅舅，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你都要帮我。放心吧，舅舅肯定帮你。长官，我是医院的。最近麻风病很猖獗，麻烦你的人到我们的车上进行消毒和检查。我们是保密局的，现在押着很重要的犯人，马上放我们过去。长官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市政府的命令。那好吧，请你们速度快一点。表哥，我这位朋友可是国民革命军24兵团雷总司令的千金。
请问是雷小姐吗？啊，您是？有位先生让我把这封信递给你。谢谢啊。 让您送信的顾先生在哪儿啊？林小姐，不认识我。顾先生，走吧，您去上边谈。林小姐，我还是希望咱们俩像朋友一样。 继续保持联系。我不希望你这么做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对你对我爸都没有好处。当然，我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经常保持联系？什么方式呢？找人的动机。 想请你喝杯茶，交个朋友。报告，进来。站长，您找我？没什么事儿。我的妹子中。
我都不能原谅你，嗯。哎，是，站长，那这件事儿也别告诉小冉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啊，好，你忙去吧。 越来越大了。你好，燕公馆。肖小姐，你的衣服洗好了，什么时候来取啊？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 好， 停车。 坐坐坐坐坐，那太好了。嗯，我找你还有别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顾飞失踪了。什么？他失踪了？顾先生，别害怕。 我不会用刑讯逼供那套，因为那太不人道了。你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教育。我知道你的脑子里头现在很乱，其实换做是我也一样。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该何去何从？这事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 不过，我提醒你，一步走错，将会铸成终身大错。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。我没什么好想的。从我第一天参加革命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献身共产主义的准备，请你赶紧开枪，枪毙了我吧。头可断，血可流。 但是共产主义绝对不能背弃。顾先生，我对你这种献身精神非常的钦佩。我敬重像你这样有信仰的战士，哪怕是敌人。其实这一点，你我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有信仰的战士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定会成为朋友的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就是法西斯的一条狗。革命者是不会跟畜生做朋友的，我们只会是敌人。哈哈哈哈哈！顾先生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的抵触情绪很重。 这个我完全理解。这个信仰之间的隔阂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消除的。这样吧，我们
今天的对话到此结束。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再会。好，非常好，消息先不要公开。顾飞不见了，老马说他去找雷小姐了。这种下流的人咱们别理他。萧然，萧然，你怎么了？叶文川，你是不是觉得做特务很体面，在外边乱搞男女关系？你要是不喜欢我们萧然，就不要来招惹他。不是我，我俩亲眼看见你在远东大饭店门口摸人女人大腿。行了，别说的那么难听。小冉，顾飞来找过你吗？没有啊，他找我干什么？小冉，你可从来没撒过谎。是的，他下午两点左右来找过我。他找你干什么？说是要策反我爸。告诉任何人我来找过你。哎，我这种人你还理他干嘛？走了。
这个探照灯都用上了啊，站长，那不是探照灯，那是强光审讯器。犯人经过长时间照射之后，精神会产生错乱，很难以控制。这种方式比我们传统的审讯方式成功率高出60%。 都是新玩意儿，看来我在临训班教你们的审讯方法落伍了。站长，那也不尽然。严刑拷打对于一般的犯人来说，那还是非常好使的。不过对于那些有信仰、意志坚定的犯人，那可能成功率就低一点。好吧，海兵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心理战。是。 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唯共产主义现身，死也死有饶。好，那我好心奉劝你一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肉体的基础之上的，就像你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说的那样。 物质决定精神，而你的肉体都已经消亡了，那你再崇高的精神也都灰飞烟灭了。嗯，那我也要告诉你一句话：有一种主义，肉体虽然消亡了，但是精神永远长存，生生不息。 老马，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了，他一向争强好胜，孔兆奇这件事情，他一定觉得很没面子，所以他才去找雷小姐，目的是策反雷震山。荒唐！面子，面子才能拯救革命。 见到顾飞了吗？我愿意为共产主义，奉献我的一切，也包括我的命。顾先生，我对你这种献身主义的精神非常非常的钦佩啊。不过，这种牺牲毫无意义，也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换句话来说吧。 就算是贵党革命胜利了，啊，除了你的父母和家人以外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世上没人记得你是谁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顾飞眼下已经被捕了。被捕了？小姐确切吗？我当然不能肯定，但是我刚刚见了雷小冉。 他说顾飞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去找过他，再次求他让他帮忙策反他父亲雷志臻，后来他就走了。那你为什么说他被捕了？从江大到顾飞的住处需要多长时间？走路要40分钟，坐黄包车也得20来分钟。这就对了。顾飞离开江大已经快2个小时了，现在还没有回到住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被捕了。 也许他在街上犯别的事儿呢。这种可能并非没有，但是很小。如果他脑子还正常的话，绝不会在这么紧的风声下继续在街上闲逛了。顾先生，也许你还在做着为共产主义殉道的迷梦，想成为一个光荣的烈士。我现在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。
你的这个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，因为就算你不招供，对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。我们会在报纸上以你的名义发出一篇声明，一篇自首声明。我会让你拿着手枪，亲自处决那些被我们关押的共党分子，然后拿照片拍下来发到各大报纸，让他们大肆宣传，以此来表达你归顺党国的诚意。卑鄙！无耻！卑鄙也好，无耻也好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你考虑一个问题：如果说共党认为你是变节分子的话，那么他们会怎么对待你？你会死得比狗都惨呐！啊！保密局那边有什么新的情况？啊，暂时还没发现。不过如果他们采取什么秘密行动的话，我是很难察觉的。我现在就回去打听一下。马先生，你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嗯。刀小姐，请你回家吧，家里不能长时间没人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出来的时候，请你提升菜篮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儿我忘了。顾先生，我好像记得你有个堂妹，在江大国文系当教员，好像是叫朱元，是吧？好像还是个激进分子啊！我们可盯了他很长时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别着急，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在江城。怎么说呢？他应该是你的女朋友吧？哦不，应该是你的未婚妻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她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你要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剥了你的皮！哎呀，不仅是这些事儿，我也想好了。这个你好像还有父母在，还有好多的家属，这些人对我们保密局来说，那找到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。顾先生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。等等，能给我口水喝吗？顾飞回来没有？我刚才去看过了，还没有。嗯，老马，要不要我们把安置点的人全部撤出来？先不要撤，万一顾飞被敌人跟踪了，这些人还能用得上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戒，万一出现了什么事情，立即可处理。是。空巢期怎么样了？住进了七号联络站，我们已经严密的保护起来了。我们要吸取顾飞的教训，空巢期绝对不能随便让他外出。是。我是哈尔滨人，
中学是做生意的，他经常跟俄罗斯人做生意，等我中学毕业以后，他就往我送到莫斯科去学习机械制造。哦，学习机械来。哎，我记得你有个女朋友在江城，她叫什么名字？ 方便打听的，那你留在江城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从苏联回来，上级安排江城地下党护送我到解放区。我还有一个任务，一个新任务，就是带走一份档案。什么档案？